主料大于250克，辅料香盐蜂蜜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用餐人数1到2人。带鱼切段，打上花刀，撒上盐腌制20分钟，用厨房用纸擦干水分，用水分就会粘锅。锅内热油，放入姜片煎片刻，保持小火慢慢煎，放入带鱼段略煎3到5分钟，至于皮硬身，这时再用锅铲翻面。锅早移动鱼段会铲破鱼皮，甚至铲散鱼肉。出锅后淋上少量蜂蜜即可，蜂蜜不可太多，否则就会太甜，抢了咸味。烹饪技巧，煎的时间不要太久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